白内障手术费。吴立安，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。目前呢，白内障手术费呢，包括了有以下几个部分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们为手术期需要用的药水、眼药水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包括我们手术的这个费用。那么手术费用目前呢，就我们三甲医院而言，我们的白内障超声乳化的手术费用是在2200块钱左右。那么第三部分的费用呢，就是我们所需要在术中应用的这个人工晶体。那么人工晶体的这个种类和价格是差别非常大的。就一般我们老百姓绝大多数选用的单焦点人工晶体，价格是在3000块钱左右。那么这三个部分加起来呢，总费用在6000到7000左右。但是非常好的消息就是，我们医保呢，这里基本上能报到50%左右，将近一半。专家提示：一，目前白内障手术费包括了三个部分：手术期要用的药水、眼药水、手术费、人工晶体费。二，三甲医院白内障超声乳化的手术费用目前在2200元左右。三，人工晶体种类和价格差别非常大，大多数选用的单焦点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元左右。四，三部分合计总费用在6000到7000元左右，但医保基本能报50%左右。